抬杠。好，80分，90分，哎，得啦。你有冇留意坐你隔篱左右嗰个系男定系女？唔准望嘅。几多岁？有冇戴眼镜？快啲同佢打个招呼。哎，你唔好睇小呢一个打招呼，马上就结到一个好缘。終於就回到香港創辦這個大國科研中心，我希望找到一個地方能夠開辦更多的課程，我希望老人家學識怎樣做老人家，病人怎樣學做病人，父母怎樣學做父母，後生仔怎樣學做人仔女。师父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的精神是在我们心目中和在中心和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所以他交到来的任务未做完的事，我们一定要跟着他步伐做好他。杨师父你放心，对于师父留下的这个理念要去实行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来的，不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去实行，我很恳请在我们的这个真田甚至我们的义工的团队，我们一起携手全心全力去服务大众，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将自己放低去照顾其他人。风已吹过，雨已洒过，我将幸福的回忆开了锁，把它交给了风雨。
情深的旋律，就在天地间唱和。我知道你没有离开我，花又开过，草又绿过，花中有你，草中有你，我知道。这里就是佛教院士部啊，地方不是很大，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在这里我们很用心地去关怀医院的病患者，相信大家体会到我们的用心。作为一位佛教院士，我每天都带着感恩祝福的心入去病房探访。有位临终院友的家属曾经表示过，在他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，很感恩我们探访。今年的生命教育课程是虽然没有了杨师傅，但我看见全师傅和邓师傅两位法师的配合，他们的用心带领我们这一班助理，我相信我们这个课程一定会是继续发扬光大。摆在心里面很久很久的东西是没有机会讲出来，今次能够很信任一个很陌生的人，我能够可以全部可以分享出来，是自己的心里面放下了很多东西。荣幸的就是我可以在这里分享到爱，而这个爱就是正如主人法师所说，陪你过难关。我永远都会记住师傅你教我的宽恕和大爱，我永远都会支持中三，支持师傅的，多谢师傅。做义工服务呢，其实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个的工作，因为同院友的沟通啊，是可以启发到自己对于生老病死这个概念呢，是更加是自在和明白咯。秉承阿杨师傅一路讲的，对家人啦，对身边的人啦，爱护了很多，包容了很多。因为师傅成日教我们家一定要和睦。后生啲嗰阵时候，我曾经系谂过，最好去做义工啦咁。但系而家睇起上嚟，并不简单。其实感恩说话很多，真的尽在不言中。隔个星期六，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，希望他们来为我们举办活动。恩爱无界限，陪你我难关。春天已过，秋天已过，陪你我难关。我不再在泪眼中把岁月蹉跎，陪你我难关。爱你舍你而我已没有动作。如果你认同我们这个这么好的理念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同力同愿同行，共商这个善举，共成这个美事。
收工吃饭。